我们现在来到了 SS 十五，现在去买这个汉堡。这个汉堡有很多层肉的，在这里开了要有10年了，很出名的。你要吃哪一个？有去过 cheeseburger、double cheeseburger 看你要哪个。我要 double cheese special。要 triple 的吗？Triple 啊，Triple 不要，Double Cheese Special 了，那个，这个 Double Cheese Special。Double Cheese Special 了。有鸡的，里面有鸡的，你可以。Double Cheese Special。牛肉的对吧？嗯，大丁。大丁吗？你要鸡吗？我不要了吧。你要哪个？你不要。我先看啊。要了吧。你看你要什么了？我拍他怎么做的。Tadi di itu double cheese special, apa sos pun tak mahu. Sayur saja. Sayur saja. Saya punya mau kicap lah. 看它这个汉堡很高的，这个是在放酱。它那个面包就特别厚，然后肉也比较厚。肉跟那种平时的不一样，不是那个。不是那种，就是平时马路边的那种肉。平时马路边那种肉是薄薄的，然后这个是比较厚的。比较厚一点。厚很多，不是厚一点哦。你看，它肉厚很多，不是厚一点。面包也是厚很多，你看这个面包。还有薯条，你看。嗯，薯饼。吃完这个应该就饱了。因为小乔治还在车里睡觉，所以我回到车上等。还有好几个在等的，应该还要再等一下。它这个汉堡的档口的话，比较方便的就是你车停在旁边，然后买完了可以回车上等。好了，他会送到车这边来的，或者在那边叫一声，你再去拿。去买的人还是很多的。这个算马来西亚的国民美食了吧？那个叫什么汉堡啊 ？Rami Burger Rami。然后它这个又是改良的，做到肉比较厚，面包比较厚。这个有十几年了，我刚来马来西亚的时候就有这间，就这个档口，这辆小车，之前是在里面的，因为之前这边 SS 十五这里有一个 food court 叫 Asia Coffee， 它是靠近 Asia Coffee 的。后来那个 Asia Coffee 关掉了，然后他们就搬到外面靠马路了。以前是在里面那边的，我忘记说了，这家还有炸薯条、炸薯角，还有炸鸡块的，有一些配菜。不像其他的汉堡档口是只有卖汉堡。他们订单很多，去看一下好了没？不只有做那些就是 walk-in 的，还有做外卖 Foodpanda， 旁边还有 Foodpanda 在等，应该还没有好。之前在我们前面来的这些人还在等，还没有好。那买完了带回去再吃给你们看，因为这边没有地方可以吃。嗨，我们现在回到家了，然后这就是我们刚刚买的汉堡，还有一个我的，一个我老公的，给你们看一下厚度厚不厚。这是我的脸，这汉堡的厚度，我老公的是一层的，我的是两层的。它这个上面有写字的，给你区分你买的什么。这个写的是 ACS， 然后这个写的是DCS， 我猜应该是这个是鸡的，鸡的马来文叫阿样嘛，然后这个是牛肉的，牛肉的马来文叫达金。
这是我猜的了，我开开看一下。它的包装就很简陋，一个红色袋子，然后一点纸巾。我打开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是大定的，我的牛肉的，因为我老公他是不吃牛肉的，只有我吃牛肉。给你们看一下我点的，哇，很大哎，一二三四，四层肉哎。我点的是 double， 我点的是 double cheese special 是吗？我点的是 double cheese special， 然后有四层肉，你看，看得到吗？一二三四，四层肉。这个是我的，然后这个是我老公的，他现在不吃，所以我就打开给你们看一下。打开完了之后，我还要关起来，因为他现在不吃。这是我老公的，我看不明白。这是我老公的。反正感觉很多料啦，它的是鸡肉的嘛，但是我分不清楚这个是肉还是蛋，中间那个肯定是蛋，中间那个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肯定是蛋，然后上下两个应该是肉，可是它的肉不是圆形的，你看是那种有造型的那种扁扁的，你看这个肉弄到好像煎蛋一样，所以我分不清楚是什么，中间这个是蛋啊，这个是我老公的，我先关起来，因为他现在不吃，先帮他关起来先，不要被他发现我打开过，把他包好，包好放回去。然后这个就是我点的，它其实价格不便宜，这样一个是9块马币，九令吉，你去麦当劳点一个 Big Mac。点一个 Big Mac 套餐好像才10多块，还有一杯大可乐跟一个薯条，这个只是一个汉堡而已，给你们看一下里面有什么，有菜，牛肉，一层牛肉，哦，它两层牛肉是连在一起的，中间抛开，这个牛肉是在一起的，然后中间把它抛开，但是它这边背后可以看到它是连在一起的，它应该是为了让它快点熟吧，所以把中间抛开，然后白色的那一层就是蛋，这个白色的是蛋，下面的那两层牛肉其实也是一层，只是中间抛开了。你一般外面的买的 Rami Burger 的话是只有这样的一层的，它这个是一片，它的一层等于别人的两层，所以中间抛开，这边还是可以看到连在一起的，这里可以看到它有连在一起，然后我的是没有放任何酱的，为了给你们更方便的看到，加上我也不吃酱，然后我老公的是放番茄酱，一般普遍的话他们这边是有放色拉酱、烧烤酱，然后番茄酱、辣椒酱，反正什么酱都可以，他们把它全部混在一起的。好啦，我吃啦，很多蔬菜掉在旁边，你们看这里旁边这里都是蔬菜，全部掉出来了。好啦，我把蔬菜放回去，对啦，我拿起来给你们看一下，一整个大不大，这个是我的脸，我脸已经很大了，这个跟我的脸差不多，能露出个眼睛吧，嗯，咬一口看一下，哦，嗯，我无敌大嘴咬了一口，还没有咬到蛋，嗯，它这个味道就不像那个一般马路边的那个 Rami Burger 了。哦，对了，因为我还有加 cheese， 这个是 cheese， 那白白的是 cheese。嗯，好吃，我的狗已经啃不直了。好吃，啊，我的猫也来了 ，Cookie， 挡住镜头了，我的猫也来了。我还有一只猫也在旁边看着我，他们都在等。Cookie， 让开！啊，我的黑猫刚刚挡着镜头了，现在走掉了。好啦，我继续吃啦。咦，乔治也来啦，乔治也要吃。乔治，给你吃一口面包。啊，
哎，好吃吗？要是这边马来西亚这种马路边的吃的，我们还是挺放心给孩子吃的，也不怕会拉肚子什么的，增加抵抗力嘛。哎，嗯，好吃啊。看，镜头在这边。嗯，镜头在这里，乔治，看。跟你的粉丝们讲个嗨嘛，我们小乔治现在1岁2个月啦，嗨，乔治跟你们讲嗨。好了，小乔治吃一口肉肉嘛，我们给乔治吃一口肉肉。哎，乔治跟你们讲嗨，嗨，乔治镜头在那边，乔治看着他的爸爸，咦，开心。肉肉吃吗？这个是那个肉肉，他咬起来不方便，我拿下来给他吃。吃吗，乔治？肉肉？乔治不吃，我的狗等不及了。哦，乔治吃肉肉吗？嗯。吃吗？我的狗等不及了。哦，先给大白一口，不能让他等太久。先给大白一口。哎呀，大白，我每次打包东西回来都是我的狗猫还有乔治大家一起分享的，因为狗猫也是 家里的成员嘛，也是 family。嗯，乔治，来个小的肉肉，那么小，看看你吃不吃。小肉肉吃吗？乔治不吃，刚刚在外面给他单独点了一个炒饭，他都吃饱了。不吃是吗，乔治？不吃啊？不吃啊？不吃过去吧，妈妈吃。嗯，好吃，这个有点太大了，有点不好拿。有点不好拿。嗯。嗯，终于咬到蛋了，我吃到鼻子上了。啊，嗯，哎，乔治把镜头转过去了，那样别人看不到妈妈了，只能看到你哎。把镜头帮妈妈转回来。嗯，我把镜头转回来了。我再来个快乐，乔治还在我手机那边一直在搞破坏，所以镜头一直会晃。来一个快乐，乔治你快乐吗？妈妈要喝快乐。乔治被爸爸抱走了，因为他一直要把我手机给打翻掉。乔治在阳台上看风景。嗯，好啦，我继续吃啦。嗯，我的血盆大口。嗯，好吃。我家狗又在等着了，大白给你。嗯，啊，嗯，刚看到蛋黄了。这一个绝对可以吃饱的，你要吗，大白？每次我家狗看我的眼神，我都觉得对不起它，自己在吃东西没有分给它。还是觉得我家的狗很可怜，给它块肉。来，大白过来，过来吃，露个脸。嗯，大白过来，来，大白，来，大白过来，大白这里，过来露个脸，大白。嗯，嗯，我家的狗来啦，在这里，来露个脸，那给你吃。我家狗很害羞，胆子很小，它是雪纳瑞，可是是白色的雪纳瑞，比较少有的。还有一口吃掉它。好了，吃完了，再来一口快乐，拜拜。